在哪里？我来找你。金牛座，第三名。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以后都别找我。双子座，早都想约了，明天再约一波。巨蟹座，第六名，之后再谈吧，我现在有些忙。狮子座，第九名，好的，可以。处女座，第七名，选的地方我看看，吃什么？天秤座，第五名，今天不行，我有些私事。天蝎座，第一名，想约我，明年吧。射手座，第八名，等一会儿，我明天有时间，要不明天约吧。摩羯座，第二名，我没时间啊，还有好多工作呢。水瓶座，第四名，今天有事呀。双鱼座，第十名，可以，等我一下。